为什么呢？黑球就只配露半个脸的。他扮演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攻击动物，再攻击动物。你一闭一走，一天儿过去了哈。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苍苍的波，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。哥哥你要把河过，借又为上妹妹的歌，哦妹妹的歌。不问花儿为谁开，不问风儿姐姐，我是沙溢。不管你是谁，今天谁也不能过我这条流沙河。流沙河，姐姐，今天咱表演的是小品《过河》，不是《西游记》流沙河。虽然你姓朱，我姓沙，可咱们俩不是亲哥俩。不是啊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演啊？姐姐。咱们演的是潘长江老师当年演的那个小潘长江老师当年那个小品《过河》，多好看啊！20年前潘长江老师过的就是这条河，今天我来了。哎，有船！哎，等，停！现在谁还靠喊呢？难道不喊怎么过河呀？你有微信吗？有啊，来刷一个，刷一个，扫一扫。有船吗？船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向后看。呵，你瞧你这费劲呢，你就直说你有船不就结了吗？我直接告诉你，现在过河呀，不一定非要坐船，看。我们建了大桥，还通了高铁，这20年变化太大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坐船过河。啊？20年前潘长江老师就是坐船过的河。看了那个小品之后啊，我这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条河，也惦记着你们村儿。他们村儿这姑娘长得也漂亮，我还单身呢。啊。单身来这儿就对了，你看，自从小品《过河》播出之后，我们这儿都成爱情的圣地了。年轻的姑娘、帅气的小伙儿都到我们这儿来谈恋爱的。你看这么多人谈恋爱哈，那个约会呀、举办婚礼呀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咱赶快过河吧。别，喊什么？我就是船的管理员，要过河先过我这一关。20年前小品《过河》当中一问一答的经典唱段，你会不会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。他不会，哎，来走着。不会还走着？我来问你来答，什么地上种什么瓜？这个问题难不住我。水面能种大西瓜，有天有面有七沙，有天有七沙嘞，嘿嘚儿嗨嗨嘚儿嗨嗨，天掉你的呀！我来问你来猜，什么八呀水里在？
拦不住我，羊羔牛犊水里塞，都是那个双胞胎，都是双胞胎呀。嘚儿嗨嗨，嘚儿嗨嗨，把你嘴乐歪。哎呀，这小伙长得帅，嗓子也不错，还行吧，过河。我还没考完呢，我考你对诗怎么样？请出上句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嘿，没把他难住我，我就不信了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松仁玉米地三鲜，一树梨花压海棠，酸菜白肉穿血肠。你是饿了？我是义工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义工。我每个周末呀，都去老年公寓给那儿的大爷大妈做饭，他们都爱吃我炒的菜。这不刚才你考我，我一紧张就吐了出来了。那你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？一个帅气的厨子。人长得帅，还有爱。颜值越高，责任越大。我看你是脑袋大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是伙夫，这都有奖。好，这小伙子真不错，他找对象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，来给你拍张照。哎呀，你真的也太快了，这都虚了吧？还行。你给我拍照干什么？我发在闺蜜圈里，给你点个赞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吧，咱们俩应该一起拍几张照，行吗？你要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就不错。哦，有人吗？人在呢。上船啦！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。小船悠悠水中过，花开河面层层过，层层过。彩衣多水莲花，妹妹送哥哥，悄悄话儿悄悄说，甜甜蜜蜜撒总经理了啊，真不错啊！什么不错了？我都观察他好多次了，来接他的车啊，经常停在盲道上面。我看呀，是个没素质的总经理了。那他千万不要被我看到！哎呀，怎么了？眼睛里进沙子了。哎呦，我给你吹吹掉。哎呀，好好好。巧的嘞，这么开放的，两人这么大年纪在小区里做人工呼吸呀、啊。哎呀，大伯大妈，不好意思啊，影响你们两夫妻工作了。我走掉之后，你们重新来过好了。站住！什么两夫妻啊？我们是邻居。邻居呀、啊！啊，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的，邻居可以抱在一起打 kiss 的。哎呀！我的大伯眼睛里进沙子了。你帮他吹吹掉。是的。谁信啊？哎呦喂！真的，小伙子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跟他解释了。
你，哎，你不是我们小区里的啊？哟，大伯，你眼力挺好的嘛。哎，我是到十六幢来接我们李经理上班去的。巧的嘞，我就住十六幢啊，我就姓李，哪个李经理啊？就是刚刚跑过去那个啦。哦，是他。小伙子，哎，你来接小李的。小李呀、啊？哎，你叫他小李的？哎，都三十八岁了啊。还没有结婚，相亲相了99、81次，全部失败，所以我们叫她黄金剩女，齐天大圣。啊、哎呀，大伯你干什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我以为齐天大圣啊，不是，李经理来了呢。我问你，哎，你是不是司机？什么司机？现在都叫助理。哦，助理司机。哎，这辆车是不是你的？对呀、啊。接我们经理去开会的小伙子，你的车子停在盲道上了哦。我们杭州可是全国文明城市，又刚刚举办了 G20 峰会，你可不能拖后腿的哦。哎，有数了，有数了，有数有数，去开开掉呀。那钥匙给你，你去开呢？我不会开的。你去学啊。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学？活到老学到老，学出来就是老司机啦。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还问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经理下来我接上他就走了。哎，你还盯牢我不放的呢。我难为你年纪大啊，年纪轻我根本就不理你。不是你，不理你，不理你，不理你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跟我没有关系的啊，我没有碰过他啊。小伙子，大伯可能心脏病发作了，把爸妈送到门口的医院里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行的，等会他醒过来，万一讹上我怎么办呢？不，哎，对对对，小伙子、啊，我给你作证。我才不相信你们嘞！你们两个人刚刚还抱在一起，打 kiss 嘞。小伙子、啊哎，这个大伯你一定要救的啊、哦！为什么一定要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是你经理的爸爸。经理的爸爸？你们经理住几幢？十六幢。他住几幢？十六幢。经理姓什么？姓李呀、啊。他姓什么？也姓李呀、啊。巧的嘞。经理的爸爸，要救的，我跟你一起到医院里去啊！你不要去啊！你跟我们经理说，他爸爸是我一个人背到医院里去的啊！哎呀，阿姨，帮个忙啊，留个纪念。哦，爷，两只手比较帅。哎，我走了呀，这个。哎，哇！经理的爸爸就是经理的爸爸，有分量。大伯，你大概有200多斤啊，你太胖了，你要减肥了。小伙子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有什么情况要过来跟我讲一下的啊。哎，小伙子的手机忘带了，李经理。喂。喂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阿峰，你是谁呀？我是谁呀？你猜呀。我猜呀，我猜你是阿姨耶。你怎么知道的呀？我在你后面。在我后面啊？我跟你、阿姨不好意思吓着你了啊。阿姨啊，阿峰来接我上班，他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？巧的嘞，他的手机怎么在我这里的？李经理啊，小伙子，大伯怎么样了？大伯怎么样？大伯怎么样了？我的手机吗？不是，他爸爸是我一个人背到医院里去的啊！怎么回事姐？李经理，闯祸的嘞！你爸爸刚刚在这里啊！让我背着他，他往医院说，说到医院说，有一个医生，还有一个医生，另外一个医生，不，让你爸爸。有没有听懂？你在说我爸爸？对呀、啊。他又不在杭州了，你看看，自己工作忙的嘞，爸爸去哪了都不知道。巧的嘞，我刚刚跟他通过电话。你有几个爸爸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的，是我背着他打。巧的嘞，我出现幻觉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阿姨就在旁边，阿姨帮忙解释一下。我干什么？喂，老公啊，我回来吃饭了啊、哦。站住！激活了，继续打。经理听不懂，帮我解释一下。no， 刚刚大伯在这里昏倒了，让他救他不救，说是你爸爸他就救了。哎呦，对不起哦。你说什么？不是他爸爸了。
这个人有没有毛病的啦？这个大伯200多斤嘞，我背着他大大往医院送，我到现在为止两条大腿还在发抖嘞。我背着他这个速度要参加奥运会的话，我绝对超过博尔特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个什么素质啊？你这什么道德啊？阿峰，你好了。你让我再骂两句啊！这么大年纪还穿花颜色的衣服，你以为自己18岁啊？你还嬉皮笑脸，这么大的一张脸，你就是大饼脸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医院里还垫进去3000块钱啊，我要拿不回来你给我，否则你们家里的玻璃窗我哒哒哒哒哒全部敲光。你骂好了吧？骂好了，轮到你骂了。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了？她就是个嘎吱嘎飞的老太婆。她是我妈妈。啊？巧的嘞，今天出门碰到个鬼的嘞，还有这样的事情的。小伙子，你没事吧？妈妈。妈妈。大姐。妹妹。你怎么这么年轻的？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哦，背后看看只有18岁好看嘞。怪不得我们李经理样子好，身材好，妈妈底板比较好。我底板不好的，我呀大饼脸。什么大饼脸了？你跟我们李经理脸型都长得一模一样的，典型的瓜子脸。一个葵花籽，一个西瓜籽吗？小伙子，刚刚那是我骗你，不对啊，现在不好骗你了。我不是他妈妈，真的不是他妈妈。对，你不是他妈妈，你是我妈妈。妈妈，你少说两句，3000块钱我不要嘞。我真的不是的呀。啊，李经理，我现在脑子里一泡浆糊嘞。你说她是你妈妈，她说她不是你妈妈，你妈妈是不是她？她是不是你妈妈？哎呦喂，我的妈妈。那你倒自己说说看呢，阿峰。那个大伯昏倒，你见死不救。哈哈，一说是我爸爸，你马上送医院，还垫3000块钱。那知道阿姨骗你，你是破口大骂。我一说是我妈妈，你态度就能180度转弯了。我也真的搞不懂了，做人起码的道德你有没有？有的，3000块钱我不要嘞。什么态度？不是的，我错了，阿姨，对不起，以后无论谁的爸妈我都会救的。下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，好好跟你谈一谈。姑娘，姑娘，小伙子把车子停在盲道上，是他不对哦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你还停盲道？保证下次再也不停了。但是大伯总会是他背到医院里去的，你不要把他的饭碗敲掉了哦。阿姨，这做对了呢要夸，做错了要罚。小伙子其实很关心你的，他说你今年38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算计下来981次了。大爷，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阿峰，哎呀，这下真的完蛋了。阿姨救我，阿姨救我！你给我站住！阿姨。过年好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我是最兴奋最开心的。刚过完年不是，您还兴奋开心？这会儿好啊。您看到元宵节，看花灯闹社火，还能吃月饼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心情……哎，慢着。元宵佳节不都吃元宵吗？不能吃月饼吗？吃月饼你掐死我。嗨。我就爱吃月饼，没有那么大脾气。我也当然了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元宵节打灯谜。对，你看他刚才他们人刚说好几个了，一个上来说一个上来说一个，那跟我的档次就没法比哦。您掌握的灯谜比较多，这么告诉你说吧我是为迷生为迷长，就想开个灯谜场。老话说得好，床前明月光，灯谜心里装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打灯谜。这都什么话？这都老话？没有这么一句老话。我就爱研究这个，说明您掌握的灯谜多。那太多了，对灯谜很喜爱，6亿多段还在不断的增长。好，6亿多灯谜。哎，那您能不能沙里瞪金的说这么一两个，让我学习学习？我害怕你丢人呢，我这都特别的深刻，特别有内涵，特别有文化。我也比较喜欢灯谜，平时没事也跟伙伴们在一起猜灯谜。有，你也是为迷生为迷长。没有，我没有您那套词儿。行啊，说两个我听听。我给你说点灯谜，就怕你猜不出来呀。我真猜不出来，当时现场跪这儿磕头拜你为老师。
你以这痦子为证。嗨，你管他干嘛呀？当时就跪这儿认我当老师。跪这儿就磕头拜师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要猜出来呢，那我跪这儿认你当师娘。讲，你也拜我当老师啊？我有老师。师娘呢？去世了。你拿我填房来了？不，这不就这么研究研究？这么说也当老师？好吧，嗯，好吧啊，开始，开始啊。嗯，要那个高雅的、啊、当然太高雅了。嗯嗯，你睁大眼睛听清楚了啊、嗯、这是真话吗？这都头一个。嗯，泥塑这个呀就特别难。跟人说过了泥塑，我交给他们，他们说了是吧。嗯，出门看花灯。你是个复读机啊？是人都刚说过的，您还说一遍干嘛呀？那我来个最难的吧。最难的听清楚了啊。嗯嗯嗯，正月十五打一个传统节日，别犹豫，猜，别犹豫啊。猜不出来，你看这都猜。跪这儿，这个谜底是元宵节。你怎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呢、啊、谁呀、啊、刚才不是猜不出来吗？废话，我猜出来更丢人。你弄傻小子来了这是？啊，我是给你个台阶下，还怕你伤脸？别给我台阶，给我来个板凳。哎呦，还来个板凳。您说。知道了。嗯，听清楚啊，咱们正式开始。要有档次的啊。你数学怎么样？一般。那就好办了。你打算蒙我是怎么的？不是那意思啊。嗯，听题啊。听题。说有一个 bus。 什么叫 bus 是什么？你还真是数学不好。 bus 就是外国话说那个汽车、公交汽车。英文。哎，这里有数学什么事呢？反正都大学教的啊。这嗨，有这么一个大 bus。 头一站上来19个人，第二站下去俩，上来34个，然后下一站上来180个，下去200个，然后下一站呢上来46个，下去36个，然后下一站上来18000多个，然后下去俩。请问开车的叫什么？我哪知道去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这谁知道开车的叫什么呀？这个开车的叫司机。人家都猜出来了，叫司机也叫驾驶员。您这叫灯谜，您这叫脑筋急转弯。这糊弄人绕的人用的。你看看上来18000多个，你们家公交车能上10000多人？加长的你管得着吗？没听说过。您来一个灯谜得正经，是咱们中国传统的，有辙有韵，内涵丰富，有趣味性的。又来了来了来了，说出来朗朗。来又来了啊，屋子都又黑了。好家伙，什么意思？一套一套的。没问题，你说一个简单扼要好听的。打点成语啊。嗯，就这只手打个成语。三长两短。7个人分苹果，不三不四。你怎么对这三长两短不三不四的词这么感兴趣呢？这是我感兴趣吗？这是这灯谜忒老点了。这有多老啊？这有狗那年就有。哪年有的狗啊？哪年有的你啊？有你那年有的我呀、啊、咱俩抬杠来了是怎么的？别来这个，来点那个真高级的，我没听说过的。那太多，我6亿多段，我一肚都是灯谜啊。哎呦，那你还吃得下东西吗？咱们这样吧，嗯，咱就以今天的元宵晚会为题出点灯谜怎么样？以这一台晚会为题，有节目有人物。哎，这有点意思啊。当然有意思了。开始。开始。嗯，你听着，头一个。头一个，宝玉了解黛玉心。惭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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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来、嗯、那边有套狗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谁捧你了你就惭愧惭愧惭愧啊？这多有文化呀、啊、宝玉了解黛玉心。对呀。猜不出来。董卿。卿本佳人。他了解了、哦、董卿。哎，这不错。哎，这不错吧。照这个再来一个。有了这个红楼了，嗯，再给你来个西游的，还能换样。天蓬元帅去当兵，这是朱军。天蓬元帅跑步拿了第一，这是朱迅。哎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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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买了把琴，是买了把刀啊？买刀干嘛？你不是抹脖子的吗？这不是？你见过拿刀背抹脖子的？这不是这明显是提琴的。
你见过谁满把抓拉小提琴的？每个人表现方式不一样。行行行，兄长给你买把琴，哎，猜不出来。你哥买提，买把提琴。你哥买提，你哥给你买把小提琴，哎，他要买大提琴呢，那也是你哥买提呀、啊哎。这都高级啊，这一般人想。等会还有一个主持人没提呢，谁呀、啊？康辉呀、啊。主持人里面还有康辉呢。得罪人啊，周科。呀，来一个，没看节目灯。哎、来一个，来一个，现场就来，现场就能编出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听这个谜面啊。嗯嗯嗯。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，你那边歇会儿去。我学哪儿歇会儿？我这是谜面吗？这是，大白话都出来了，还刚才主持人我没说谁，这是开个薛小的玩笑，你可逗死我喽！真的也有，正经的也有，你听这个啊，建筑工地去打工，这是康辉呀、啊，能难得住我吗？人家白白净净一个小伙子，跟那扛灰，哎，这不是谜面吗？扛灰他要是搬砖呢？不搬砖就扛灰、哎。你可听准了，他不让你干旁的、啊。哎，就扛灰。还有吗？当然有了。接着往下来，来接着往下来，还在晚会当中找啊。晚会当中来，咱们说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对了，您刚才对人家这几位可都不太尊敬。哎，说一个真的值得尊敬。这都是开玩笑。嗯，爷爷值得我们尊敬吗？太值得了。爷爷兜里拿红包，这是孙涛。这就是爷爷的灯谜，爷爷都是拿红包没拿出来，这是孙楠。哎去，爷爷给孩子买二踢脚，嗯，孙红雷呀、啊。哎呀，您让爷爷歇会儿吧，怪累的这会儿。啊，爷爷歇会儿也行啊，出去旅旅游吧。哦，逛逛去，到东北著名油田，这是上大庆。哎，就这个爷爷上了大庆。哎，下来之后先吃点好的。哦，到了东北吃点好的，请爷爷吃这个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脸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肉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是晾肉、香肠，猜出来了，谁？李伯祥。你哪儿听出李伯祥了？报菜名是李伯祥的拿手节目啊。我说的是菜名。吃饱了，老爷子觉得身上不舒坦，怎么办？洗个澡吧。我洗澡去。泡澡里面请。这是李玉刚。里头有浴缸，哎，这里头要是浴池呢？那不行。嗯，这爷爷呀、啊嗯、是个九月奇迹。怎么讲？没有强迫症的处女座呀、啊。我倒听不懂，我都。哎，弄干净了。嗯，到农村看一看。农村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看见一只老羊啊，腊月里边下崽儿、嗯。这是杨东升。本届总导演，这届晚会导演都敢说，哎，您这人太不像话了，这也不光他们啊，咱两个往这儿一站，嗯，就是一台元宵晚会，咱俩也有吗？首先您看他这个衣服，嗯，几个扣子？五个，歌舞，这怎么就歌舞？哥俩一人五个扣子，歌舞，这太牵强了，这个皮带，杂技，这就杂技，我拔根头发，您这是京戏。哦，您这精细，你拔根头发，我有头发吗？黄梅戏，你别捧我。您看他这腮帮子，嗯，这儿山西帮子，这儿山东帮子，那甭问呢。哎，我这儿河南帮子，河北帮子呀。对，咱这是戏曲连唱啊。您再看咱这个，这是响声。哎呀，你贫不贫呢？小贫也出来了。行，不像话，不像话。当然了，最贴题的，嗯，还得说是您呢。我，您这脑袋，我这脑袋是元宵。这怎么能是元宵呢？这么黑芝麻馅儿的吧？别来了！为什么呢？这就是黑老板的脸呐！打败你，他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再冲击动力，一臂一整，一撇儿过去了，好。举国欢庆过大年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今年过节不收礼，鼓掌的2015挣大钱。哎呀，财迷真多呀，哎呀，这天好冷啊，我的家在东北，我的家在东北，哎呀，逛松花江上啊，大渡口
姐，快冻死了。大妹子，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。哟，这还蹲着一位。谁蹲着了？我站着呢。我说，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？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，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，这可怎么办？着急吗？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？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。好啊，你车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这是车呀？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。你黑车吧？我不是黑车。黑车要钱，我不要钱。你还想要点别的？不，你这人吧，你别解释了，别说是黑车，挖掘机我也得坐呀。哎，幸福大街你认识吗？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。过来，干嘛干嘛干嘛呀？干嘛呀？看摄像头，警察同志，他就长这样。别做鬼脸。我没做鬼脸。长得太惊悚了。警察同志，万一我有个3长2短的，您就找他。不行，我还得找张照片，哎呀，我留个证据。哼，哎，人呢？还是我蹲下吧。拿行李。大妹子，照相可以啊，可别往网上发，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。想多了，小朋友。还我想多了，你想多了吧？我长得像坏人吗？啊，来，捆上。干什么？这是？系上安全带。捆成这样，我还能安全吗？你就将就点吧，大妹子。我这车是9手的，啊，别说安全带，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。哦，这车是用饭盒改的。我说，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？我不用。怕累脸吧？你呢？应该安一个宝宝椅。大妹子，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。坐稳了。车灯没亮。等一会儿。嗯。啊！亮了。声控灯啊，不管咋说，亮了就行呗。哎呦，坐好了啊，我开始飙车了啊！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停！咋的了？我这儿咔咔擂胸，你是咣咣撞脸呐。请问您有本吗？还有本吗？没本谁敢开车呀？你看，第一天拿驾照。哎哎，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啊！赶紧赶紧赶紧开车！哎，好。你行不行啊？什么行不行？赶紧推一把。什么？推一把！你这，我让你推车，你推我干嘛？你想得美，我下去。行李还在上边呢，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。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，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。是狗也是吉娃娃。哎，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？没出租了啊，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，有没有？交警队走吗？走，上车就走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涉嫌非法营运，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。不是，那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可不是黑车。你别说话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？我，你猜。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？他是我老伴儿。你老爸。什么老爸老伴儿？不，二伴儿。哎呀，他要是你老伴儿，他叫啥名儿？姚明儿。
就他。挣不得吧？你看，赚，给，这个，但是，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风。你们俩真是两口子？真的真的，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。你看，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？你看，就是，还真是哈。大姐，那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你说你跟他，你图啥呀？你猜。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，太物质。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，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？因为那份坚不可摧、至死不渝、奋不顾身的同情。好人呐，姐，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。哎，那不对呀，那刚才他说什么？拉谁我也不拉你，上车就走了，这怎么个剧情呢？我们俩吵架了，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。因为啥吵架呀？他嫌我长得难看，配不上他。大爷，你疯了吧？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？哎呀我去，这叫什么辈儿啊？忘年恋不容易，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。大爷珍惜吧，大姐对付吧，再见。哎呀，这个画面让我陶醉，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。那个什么大妹子，就是刚才这事儿吧，说实话，谢谢你啊。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，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。恶心他妈，夸恶心，好恶心。着了，车灯又灭了。等一会儿我下去。不用了啊。行啊，大妹子，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啊！赶紧开车。哎，好。你能不能开快一点？够快的了，我已经飙到20迈了。我遛狗都30迈。你放心，大妹子，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。怎么又躺下了？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？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。鸡娃娃，我不姓鸡。娃娃，开点暖风。对不起，暖风坏了。如果你冷的话，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不穿童装。大妹子，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，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。在深圳也不好过呀。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？就一个呀。停车。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？怎么又转回来了？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。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？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。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？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，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，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，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，大年30你都不休息，出来加班坑人呐。我坑你什么了？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？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？嘿，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。不是我告诉你，有一辆车我绝不坐。出租车，出租车，等会儿，出租车，等会儿，停车，停。哎，大姐，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？这大过年的，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？我跟他不是两口子，他是黑车司机。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？这不是说的对呀，大姐，
做慈善，不能半途而废呀。我这，你没事吧？快走吧。哎，哎哎，不许停，走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大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回家再说啊。警察同志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！我这个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，太 happy 了！大妹子，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？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。那有啥呀？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。你儿子抓起来了？我儿子在非洲潜逃了。我儿子在非洲工作，年年说回来，年年也没回，整整五年了。哦，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。那叫空巢老人。我懂了，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不是黑车，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。我今天特意出来，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，我练会车。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？都回家过年去了，我为什么不回家？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，我寻思啊，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，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。去机场？去机场？你来火车站干嘛？这不迷路了吗？能怪我吗？啊？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？大妹子，你有没有手机导航？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。如果送不到，我就是鸡娃娃。过年了，鸡师傅，反正我也来不及了，我陪你过个年吧。什么？你陪我过个年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的。大妹子还有酒。哎呀太好了，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。新年快乐大妹子。新年快乐大鸽子。好吧，我又改鸟了。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，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，干！哎，你没喝呀？我不会喝酒呀。那你让我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客气客气。不，你这一客气，我一瓶下去了。你电话？谁电话？你电话。我儿子来的电话。快接。儿子，春节快乐！什么意外惊喜啊？什么？你回来了？好，等着，老爸这就回家。我彻底回不去了，你干嘛非逼我喝酒？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就你那车技，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？那也不行啊。没关系，我来开，咱们接上两个孩子，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太好了，哎，大妹子，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？是。那你呢？也是。太 happy 了。太惊悚了！等会儿，大妹子快跑！那小警察又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等会儿我，快快快！哎，我是来送饺子的，大爷、大姐，祝你们晚年幸福。大家过年好！
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，万事成功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的住院了，但是我好了，马上办出院手续，晚上8点的飞机，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，买了个红围脖，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，成功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晕呐！哎，小伙子，来扶我一把。哎呀，我娘，扶不扶啊？哎，必须扶啊！大爷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晕呐，我这血压呀。没事，我带着你看大夫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，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送钱来。哦，我这手机哪儿去了？我这手机、啊哎。你这样吧，大爷、啊，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，我帮你打。好好好。1381165557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哟，你儿子电话占线。哎呀，这么着，我先带你挂号去，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。行行行，好吧。你儿子姓什么呀？姓尚。哦，喂，你好，谁呀？你好，猜猜我是谁呀？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不是你谁呀、啊？我们是老朋友了吗？哎呦，这是个骗子，你老孙吧？哎呀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老孙呐。啊，老孙，你有事吗？哎呀，兄弟呀、啊，我遇到一点小麻烦。哎，老孙，你说你说。哎呀，我爸爸住院了，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。哦，哎，老孙啊。哎，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？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哎，他这个他，我最恨的就是骗子，想骗我。我上知天文地理，下晓鸡毛蒜皮，发光的物体是光源，描述路径是光线，派是3.1415926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哎，痛了，痛了。喂，你好，谁呀？哎，你是小邵吗？对对对，我姓邵，你是谁呀？我呀，你猜猜我是谁？哎呦，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，你老孙吧？哎呦，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？对对对，我是老孙啊。老孙啊，你有事吗？我跟你说呀，啊，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哎，不不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？不是我爸爸，是你爸爸在医院呢。哦，这是升级了。哎，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？对对对，哎，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我现在没空啊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？可以呀、啊，这样你就不用来了。哦，哎，我爸爸他没卡呀。哎呦，那这可麻烦了。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是啊？哎啊，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？哦。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！你打到我卡里，我帮你办吧。行行行，哎，那打多少啊？哎呀，医疗改革了，用不了多少钱，有个200-300就够啊。哎，200-300哪够啊？我给你打1亿吧。多少？要不打2亿啊？不行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。哎呀。行行行，哎，我爸爸在医院呢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哦，是这个样，我今天呀、啊、正好办出院手续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老孙啊，你什么病啊？我呀，啊，我心脏出问题了。哎呦，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，搞不好出大问题的。对对对，医生也这么说呀。哎哎，老孙，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？我想啊。我给你出个主意啊。啊，你换个心脏。哟，心脏能换呀、啊？哎，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，换个动物的就行啊。哎呦，动物的行啊？哎，你就换个狼的吧。哎呦，不行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。哎呦，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？狗啊，狼狗狼狗嘛，你傻呀？对对对，你们都是犬科啊。对，配型成功了。哎哎，老孙、啊、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，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。那当然了，我的生命是狗给的。他骂我呢吧？我还治不了他。喂喂，哎呀，小伙子，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？打通电话了。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？骂人啊？哎呦，肯定是误会了。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，上过当，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。这样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让他给你道歉啊。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不是犬科，我是灵长类的动物。好好好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8号请就诊。哎呦，叫我了，叫我了，通了。啊，他一看我的号码，肯定给你道歉啊！好，行行行，这下行了。哎呦，我爸爸，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是那个全科。
哎呦，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。哎，我说你挺任性啊，小伙子啊，我不是骗子。哎呀，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。360行，你干什么不好，非得干这行啊？你这个人，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做人讲究的是义，义就是正义。你整天坑蒙拐骗，你正义吗？不是。做人讲究的是信，信就是诚信。你整天损人利己，你诚信吗？做人讲究的是孝，孝就是孝顺。你用我爸爸来骗我，你好好想想，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不是。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。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，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。你就是人比黄花瘦，没有几两肉，皮比城墙厚，子弹都打不透，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。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，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。成功了。哎呀，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小伙子，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？道歉了。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。道歉是应该的，用不着这么感动。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？不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，东西意思就是一句话、啊、我不是个东西。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？你说他了吗？我没说。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？臣妾做不到啊。哎呀，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老实。这样，我给他打，我打开免提，让他给你道歉。他必须给我道歉，怎么能这个样呢？哎呦，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！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儿子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听听，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，模仿的多像啊！哎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这骗子也太可恨了，老爷子。这是你亲儿子吗？是，你没打错电话吧？你信我信他呀？哎呀，小伙子，他真是你爸爸。哎呦，这还是个团伙。哎，你们这么有才艺，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？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。你让他给我来，你爸爸让你来。对这种骗子，我去不去？去，必须去。你等着我吧。我可不认识你。哎呀，我好认，我穿着一双红鞋。哦，你穿双红鞋。你不是要骗钱吗？见了你我就给你钱。行了，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。我还不认识你呢。我更好认了，我穿着病号服呢。哎呀，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，我知道哪个是你呀、啊、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。哎，等会儿，围脖别戴在脖子上，你这样你扎头上。我为什么扎头上？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。我不扎头上，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。行，你不扎是吧？不扎我就不去了。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。你敢扎我就敢来。你敢来我就敢扎。你扎上我就来。掌声。治不了他。大了，好，你这样，你动起来。我为什么动起来？你动起来，你跳个舞。我为什么跳舞？你跳个舞，老远我才看得见你、啊。你要是敢来，我就敢跳。你敢跳，我就敢来。行，等着我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把那花儿采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。我这血压上了，我还得看大夫去啊！我陪你去吧。你接着跳，等着他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，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行为艺术，大冷天多不容易啊！必须支持。你来了，啊，穿着红鞋来的啊！你来的挺快呀、啊，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给的太少了。那你要多少啊？1亿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呢！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我是不是个东西？你不是东西，你是个人，就是不太正常。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，我不正常吗？我本来很正常，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。啊，我怎么着你了？你怎么着我了？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？我换了狗的心脏，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。我什么？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呀信呀？你讲的全面吗？你讲的就不全面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讲的是仁义礼智信，忠孝悌节恕勇让。
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，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，程度量。你神经病吧？你才神经病呢！哎，这要是放在大街上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家里人得多担心呢。我神经病，这事儿我管不管？我神经病，我必须管。我神经病，我神经病。大哥，干什么？上医院吧。站住！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。你要他干什么？我送他去派出所。去什么派出所呀？他是神经病，他得去医院。哎呦，去什么医院？这是个骗子！神经病！骗子！神经病！走，去派出所。我为什么去派出所？你是个骗子！我不是骗子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个神经病！你看，走，去医院。我不去医院。你是神经病！我不是神经病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个骗子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？我神经病里的骗子。走，上医院。干什么？派出所。干什么？嘿，爸爸，爸爸，哎。爸爸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没爸爸，你自学成才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不是爸爸，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！我们俩是个组合，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。哎呀，误会了！哎呀，什么误会了？误会了！哎，大哥，我这你等会儿。对，老爷子，你几个儿子？一个。这是谁的儿子？我的。那个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你是谁的儿子？别人的。不是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认错儿子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认错人了。行了，大哥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。对对对，您这是乐于助人，是一个好人。对对对，小伙子，你也是个好小伙啊！你刚才担心我出事，你帮助我呀。大哥，甭说了，都是好事儿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都是做好事，这事儿过去了。你过不去，你过不去，你没办什么好事啊。小伙子，哎，我知道你上过当，受过骗，是。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！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！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得后悔一辈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小伙子，哎，我在电话里听出来，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。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感兴趣。好，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，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认为说的非常好。哦，怎么说的？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？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？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？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？啊，我听过听过。你听过什么呀？我姓孙，这是我说的。小伙子，哎，你记住喽，这个世界充满了爱，这个世上好人多。好。哎呀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呦，哎，我爸爸，爸爸。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爸爸，我忘了这个事儿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行，来不及，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就来不及了。没有，你快走吧。我走什么呀？啊，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。哎呀，大哥，我去啊，这医院我熟，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。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，您放心吗？我放心啊，不过还是来不及，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。我去啊。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，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。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呀。不是，儿子，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？我去。你把你爸爸交给我，你放心吗？我放心。哎呦，不行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。啊，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。没事，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放心吧。放心，成功了。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，你们信不信呢？信，成功了。你有几个爸爸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的，是我背着他打。巧的嘞，我出现幻觉了。哎，不对啊，阿姨就在旁边，阿姨帮忙解释一下。我干什么？喂，老公啊，我回来吃饭了啊。站住！激活了，继续打。他要是你老伴儿，他叫啥名？姚明。哦，就他，找不到吧？他，坐来。